各位早，今天是2024年的3月11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闭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上海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继续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充分吸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做出26处修改和补充。一带一路激发外贸新动能，上海前2月对共建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13%。标本兼治化解风险，上海稳步推进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首批白名单项目涉及融资15亿元。约旦、阿联酋等国向加沙地带空投援助物资，大多数物资落入大海，民众难以获得。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会。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王沪宁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14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14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和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王沪宁在讲话中说，全体委员高度评价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勇毅前行，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奋勇前进。会议期间，全体委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联组会等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取得丰硕议政成果。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始终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谋划和开展工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行职能，凝心聚力。王沪宁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认识，要聚焦重点任务，以高质量建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王沪宁最后说，初心如磐，使命如炬，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把实干、责任、担当书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Thank you.
深入协商谋良策，广聚共识增合力，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民政协任重道远。政协委员建言献策，聚沙成塔，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高质量发展，书写出更好的未来。特派记者北京报道。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画好最大同心圆，共谱壮美新华章，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社论指出，实践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成立人民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七十五年来人民政协始终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创造未来。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齐众心、会众力、聚众志，形成同心共创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善于用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和生动实践鼓舞人、激励人、感召人，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奋进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上，人民政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天下午三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记者从大会秘书处了解到，到3月8号的12点，大会秘书处一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298件，其中代表团提出的26件，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272件。这些议案当中，292件为法律案，占比接近98%，其中177件议案涉及的立法项目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86件议案涉及的立法项目已列入2024年立法计划。除了紧扣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任务，今年的代表议案还呈现出坚持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厚植民意基础、针对性进一步增强等特点。昨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继续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人大工作报告中关于今年的立法规划与不少上海代表的所思所判不谋而合。针对报告提出今年将制定学位法，应届代表建议充分吸纳现行学位条例中的好做法，让更多新办研究型大学能更好服务人才强国战略。学位条例中允许不能授予学位的单位，如果师资和办学条件具备，可开展培养工作，并委托其他单位授予学位。程度上解决了上海科技大学等新办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的最最关键的问题。我建议还是要保留原来学位条例中好的条款。樊云代表聚焦文物保护法的修改提出建议，要活化城市建筑遗产以用促保。对低级别的文物保护点需要进一步的明确保护内容、保护要求和保护方式，因为法里面都没有规定。要对文物保护价值进行充分认定的基础上，对文物进行分等定级的这个精准保护。针对发挥人大对外交往优势特点，盛红代表也有了新思考。结合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实际工作，要进一步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落地实践的故事，扩大国际影响力。当看到我们立法联系点的代表墙上，甚至呢还有代表约见二维码的这些信息，就有外国朋友就感慨到，原来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就在社区里。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代表们注意到，过去一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19万件，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查建议11.6万件，回复整改率达到99.1%，绝大多数公益损害问题在诉前得到解决。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将制定检查公益诉讼法列入立法计划。建议是将民事诉讼、民事的公益诉讼啊，诉前的一个磋商的协议加上一个司法确认，这个工作机制纳入到立法的草案当中，这就是能够极大的能够提升司法的效率。希望检察机关持续深化
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查综合履职机制，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特派记者北京报道。昨天下午，上海代表团在驻地分组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年度计划预算报告三个决议草案。记者了解到，经过反复推敲、认真修改，本着能采纳尽可能采纳的原则，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拟修改充实26处。打开决议草案，记者发现，继人工智能加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培育算力产业生态也被充实进报告中。在代表们看来，这处修改不仅释放出强烈的需求信号，其背后更是蕴含着巨大的产业机会和创新机会。这算力的需求可能现在是万卡级的、十万卡级的，甚至未来是百万卡级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算力的规模达到10000批左右。一方面呢，我们在培养生态；一方面我们在鼓励一些中国的一些 GPU 企业、国产的这个 GPU 的研发，能够解决国产的一些替代。加强罕见病研究、诊疗服务和用药保障也是报告新增的表述。对此，今年提交了持续推进健全罕见病孤儿药法规建议的吴焕干代表十分高兴。他说，由于市场需求小，本土药企较少关注这一领域，补充进报告的这一表述无疑会给2000多万个罕见病患者家庭带去希望。加强罕见病的研究，就是说这个研究包含了临床研究、基础研究，那更多的是侧重于就是基础研究。那它后面还增加了诊疗服务和用药保障，所以它这个还是比较全面。我相信很多企业还有肯定会更加关注罕见病的这个用药问题。那同时呢，我们国际政府也会加大投入。今年上海团多位代表不约而同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声，这份对祖国未来的关切也被决议草案所采纳，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写入报告。代表们认为，随着知识技能更替的加速，当下的青少年更需具备身心健康这一底层素养能力。比如说我的开放能力，我的交流能力，我与人打交道的这个能力，我的合作能力、协助能力，我的这个共情能力，我的果敢能力，我的好奇心的这种能力等等，这个能力呢，就是一种底层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里面啊，更好的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更好的去这个开拓我们新的领域。此前，报告起草组曾透露，包括网民在内，全国有10000人直接参与到这份报告的起草修改过程中，充分听取意见，回应民众关切，也让政府施政的纲领性文件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今年报告决议草案仅做26处修改充实，是近9年来最少的一次。特派记者北京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道上，9名委员接受了媒体采访，聚焦经济、科技、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献计献策，激发发展动能。作为来自晋江经验诞生地的福建民营企业家，林孝芳委员表示，拼字已融入企业家血液，一大批民营企业、国潮品牌在福建崛起并走向世界。目前，福建9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民企，70%以上的科技成果由民企创造。福建有一首经典的闽南歌曲，爱拼在牙，就爱拼才会赢。其中有句歌词是三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我们民营企业家一定要弘扬晋江经验，更要发扬宁愿睡地板也要做市场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我坚信中国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加光明。朱松纯委员认为，研究通用人工智能开启了人类认识自我的新视角，日常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能力背后都是通用人工智能需要研究的核心技术问题，所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为机器立心。我们说通用人工智能是新智生产力的典型的代表，当下通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要赢得这一场事关国之大者的科技竞争，关键还在人才。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能够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技术路径，让通用人工智能安全发展，造福人类。在知乎创始人周元看来，无数人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在网络上汇集在一起，聚沙成塔，互联网就成为永不落幕的课堂。同时，互联网的创新性和分享性又赋能了新型劳动者。我想啊，这是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成长和累积，成为了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的支撑。我相信啊，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肯定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型。我也相信互联网会带来更多的创新，没有人会被快速发展的科技抛下，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和时代共同进步。走上通道的另外几位委员还分别就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科学教育等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来自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昨天也走上了委员通道，带来了他对青少年科学教育的思考。在他看来，教育多样化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本质和方法。究竟怎么样的孩子才能成为大科学家？我对他们说，创新没有天选之人，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从22岁当上物理老师到如今的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一直致力于提高青少年科学教育质量。今年两会，他提交了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的提案。要面向全体的学生，而不是那部分少部分的我们认为天才的学生。孩子的学习要多样化，而不是说就靠一张考卷。第三个的话，就是动手实践，这是所有拔尖创新人才统一有的规律。走下委员通道，倪明景仍然显得意犹未尽。他认为传统的学习方式亟待变革，要进一步关注青少年科创教育质量的提升。这样的机会啊，对我来说也非常珍贵。希望呢，将来啊，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能够更好的为科学教育提出很好的建议，也让我们孩子们能够拥有更好的这样科学教育的这样资源。特派记者北京报道。在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之后，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昨天下午返回上海。下午5点半，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乘坐的班机降落在虹桥机场。委员们表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的大会，汇聚了正能量，提振了精气神。特别是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对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特别重视。回去以后啊，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啊，这个把身边的民营企业调动起来，传达好两会精神，啊，把大家信心，啊，这个振奋起来。包括做好风险诊疗工作，推进医疗这个高端医疗的这个下基层啊，不管到从我们应该在自己工作的实践当中去努力实现好这个政府工作目标对我们提出的这个要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多项任务都需要上海承担引领作用，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新贡献。面对新使命，委员们都满怀信心，充满干劲儿。法报告里面提到要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思考如何推进。回去之后要抓紧围绕着怎么样子深化产教融合、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力争做出示范引领，好吧？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大会期间，97名委员提交提案297件，13名委员提交大会书面发言14篇，内容涵盖改革创新、法治建设、民生保障等多方面。委员们表示，未来大家要坚守初心使命，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国履职。东方卫视记者报道。好，下面进入两会早知晓。小婉你好，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议程，又有哪些热点的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观众朋友们早安，全国两会议程接近尾声，今天上午代表们将继续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三个决议草案。下午3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闭幕，闭幕会上全体代表将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等六个决议草案以及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另外在下午的闭幕会前后还将开启最后一轮代表通道和部长通道。今天要表决的草案有不少，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年度预算。表决通过后将直接影响接下来一段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试着把它们结合起来，看看政府的发展重点在哪，钱具体准备怎么花。首先是保障民生发展。2024年，国家在教育、社保和就业的预算安排都超过了4万亿元，在国家账本上位居前2位。民有所盼，政有所为，老百姓的关切点就是国家的发力点。近年来，我国在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保障不断健全，投入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显示出我国民生保障的温度和力度。第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首要工作重点。预算报告提出，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3708亿元，增长10%。同时落实了科技成果转化税收减免等政策，从资金、机制等方面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和卡点。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圆满完成各项议程，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一定能够顺利实现，国家的发展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好的，谢谢小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约旦、阿联酋等国向加沙地带空投援助物资，大多数的物资掉入大海，民众无法获得。日本冲绳居民举行集会，抗议陆上自卫队在当地部署地对舰导弹部队。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9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杰巴利耶，加沙民众在争抢有限的空投物资，他们都无奈地抱怨称，大多数的空投的救援物资都掉进了大海，无法获得。在杰巴利耶，建筑废墟冒着黑烟，大批民众冲向海边地区争抢空投物资，其中还有不少儿童。当地有居民称，飞机空投救援物资时，孩子们都跑去收集食物，这样太丢脸了，简直是一种羞辱。除了物资难以获得，由于空投失误，还导致多名加沙民众死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空投到加沙地带北部的物资因降落伞未能及时打开，高速落地击中当地住宅和平民，造成至少5人死亡，其中2名为儿童。近日，联合国机构官员警告称，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目前至少1/4人口濒临饥荒，若不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大范围饥荒几乎不可避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9号，数以千计的以色列民众在特拉维夫举行了反政府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政府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以色列人员的协议。部分示威活动随后演变成了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冲突。据法新社报道，数千名以色列示威者聚集在特拉维夫街头，高呼立即选举的口号，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示威人群穿着印有被扣押人员名字和照片的 T 恤，手举横幅，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营救剩余被扣押人员。Immediate end of war. End up a prisoner deal, a hostage deal. Obviously, we need a new cabinet, but whoever's there, in whatever way, we first have to stop the bloodshed. The first thing is to call for life. Life for the hostages, life for Israelis, life for Palestinians in Gaza and in the West Bank.随着夜幕降临，以色列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警方随后表示，他们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了16名示威者，同时使用高压水枪驱散了堵塞高速公路的示威人群。
另据报道，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员亲友和支持者当晚在特拉维夫举行了每周一次的集会活动，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由于这次集会是在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第二天举行，所以专门讨论了女性被扣押人员的问题。We have here, like every Saturday, we have rally. This weekend is dedicated to the women that are still in captivity. 19 women that are still there.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声明说，美军一艘后勤支援舰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出发，前往地中海东部。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宣布，为了加快对加沙的救援计划，将会建造一个临时的军用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美军弗兰克 S 贝松将军级后勤支援舰携带了首批设备，用来在加沙地带地中海沿岸修建一处临时港口。随后，美国防部称这一计划可能需要60天才能完成。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9号表示，以方正与美方就修建临时港口一事进行协调。此外，援助物资仍然需要接受以色列的全面检查才能进入加沙。不过，美方这一修建临时港口的计划遭到美国国内外广泛质疑。一些美国议员和援助组织表示，让以色列政府允许更多的救援物资通过陆路进入加沙才是最快捷、最有效的路线。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表示，无论是空投救援物资还是修建临时港口，鉴于美国仍在军援以色列，这些援助手段意义不大。其实是在美国总统选战开罗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试图满足国内受众需求的一场表演。伊拉克军方10号称，过去的24小时之内，伊拉克安全部队在该国境内一共打死了10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的安全媒体中心十号发表声明说，一安全部队当天在伊拉克中部沙漠地带开展的反恐行动中，打死了四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此前一天，伊拉克空军在北部萨拉赫丁省和尼尼威省交界的沙漠地带发动空袭，打死六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取得打击伊斯兰国胜利。此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主要在伊拉克偏远农村地区和沙漠地带流窜，不时发动袭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土耳其内政部长伊尔利卡亚十号说，土耳其警方抓获了33名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嫌疑人。伊尔利卡亚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土耳其警方在萨卡里亚省展开的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中，抓捕了33名嫌疑人，并查获了非法枪支、大量外国货币以及违禁出版物和组织文件。伊尔利卡亚称，这些嫌疑人正准备在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前实施袭击行动。五年一度的土耳其地方选举计划于3月底开始，届时将选出全国市、县、镇一级的行政长官。2013年，土耳其宣布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此前，该组织在土耳其制造了多起爆炸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土安全部队近年来在多地抓捕与伊斯兰国有关人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月底即将新组建的地对舰导弹的部队相关车辆呢，昨天驶入了冲绳县与流麻市的陆上自卫队圣莲驻扎地，在卸载车辆的港口以及通往营地的道路上，反对部署新导弹部队的居民们举行了抗议活动。当天上午，约20辆车开进圣莲驻扎地，与流麻市约150名市民举行抗议活动，高喊不允许军事要塞化、停止部署等口号。县防暴警察驱赶了部分在车辆前静坐示威的市民。圣莲驻扎地已经部署了地对空导弹部队，但地对舰导弹部队在冲绳本岛部署尚属首次。有消息人士称，圣莲驻扎地近期还将继续运入装备，并计划于本月30号举行新部队组建仪式。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去年4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架直升机在冲绳县宫古岛附近坠毁。机上包括陆上自卫队第八师团最高长官、师团长在内的10人全部遇难。日本读卖新闻昨天援引了事故调查委员会的消息报道，目前无法查明该空难的确切原因。
报道称，失事的这架 UH-60JA 型运输直升机坠毁前，先是右侧发动机功率急剧下降，继而左侧发动机也在短时间内动力逐渐下降。由于两台发动机相继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调查焦点集中在左侧发动机动力下降的原因上。报道说，虽然直升机的黑匣子已被找到，但因损坏无法读取完整记录。调查人员不能最终确定是由于机械故障还是飞行员操作失误。陆上自卫队将于近日发布坠机事件的调查结果。去年4月6号，一架日本陆上自卫队第八师团所属的多用途直升机，搭载包括该师团最高长官在内的十名队员，自冲绳县宫古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海，机上无人生还。直升机的主体部分于去年5月被打捞出水，机体损毁严重。共同社报道称，这是陆上自卫队最严重的坠机事故。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由于总理牵扯腐败案的调查而辞职，葡萄牙议会选举提前到今年的三月举行，正式投票昨天启动。在首都里斯本的一处投票站，十号一大早，选民们就赶来投票。根据葡萄牙内政部消息，本次选举将在22个选区选出230名议员。因牵涉腐败案调查，去年11月，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向总统德索萨当面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德索萨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做出提前于今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的决定。葡萄牙议会实行一院制，共有230个席位，议员任期4年，只有在选举中获得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才能单独组建政府。政府总理由总统指定获胜政党的领导人担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一带一路激发外贸新动能，上海前两月对共建国家出口额同比增长13%。标本兼治化解风险，上海稳步推进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首批白名单项目涉及融资15亿元。欢迎大家在7:33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共建一带一路正激发我国外贸新动能。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13万亿元，同比增长9%。上海口岸同样表现亮眼，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一带一路国家货物呈2位数的增长。一批价值1.4亿元的设备货物在上海吴淞海关的监管下，从军工路码头搭乘皇后轮运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越南。该批项目是用于建造一带一路越南融局的最大的炼钢厂，预计大概发运80万计费吨。越南和发融局二期项目共包含高炉炼铁、炼钢、铁路总承包、热轧水处理等6个项目，计划2025年12月建成投产，届时将成为越南乃至东南亚第一大钢铁基地。目前项目建设用货物正在密集出口。事实上，今年以来，经上海口岸发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呈上升趋势。2024年前两个月，经上海吴淞口岸张华浜和军工路码头出口共建“一带一路”项目货物共计41艘次，同比增加13%。出口货物重量43.5万吨，同比增加20%。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3万亿元，同比增长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47.3%。记者沈春春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关于房地产行业的表述啊，核心内容呢依然是在防范风险的大框架之下进行部署。首当其冲的一点就是标本兼治化解房地产等风险，而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如何化解风险，防止地产风险向其他领域蔓延呢？住建部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出的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就是其中的一个解决思路。
位于崇明的这个住宅项目，去年夏天入市后销售就不畅，依靠不多的预售资金，一开始还能勉强维持建设。然而去年底，上海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只有监管账户余额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提取。将近还差2亿，按照我们目前的销售和回款情况的话，基本上需要到今年的10月份甚至11月份才能达到这个额度，才能开始启用使用。那么这个阶段过程中的资金，那我们就阶段性的就比较相对比较困难了。这家上海的民营房企开始寻求首次银行贷款，然而这个楼盘已经拿了预售证，根据金融监管规定不能再做在建工程及土地的抵押贷款。转机出现在今年2月，崇明区开始摸排在建楼盘，这个项目进入了视线。东昌幻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区呢开发的比较早的，可能遇到一些资金链的一些这个暂时的紧张，所以呢，但这个项目呢整体还是非常优质的一个项目，把它推荐进入我们协调机制的白名单。协调机制协调的是一个突破，农行主动联系了企业，接下了这根难啃的骨头。整个产证呢大概是500亩，然后现在它需要融资的这一部分呢就是项目中的白色的部分。这个项目呢之前没有融过资，主要是通过股东借款来维持着开发。如果办理银行融资的话，在这个抵押过程中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我们正在和政府协调，预计很快会出解决方案。这笔3年期的开发贷款最快将于本月实现审批放款，受此激励，项目大股东近期再次追加投入，让我能安心很多，就让我看到了政府的支持，信心可能比黄金还重要，包括业主，包括客户。全市层面来看，协调机制已向银行推送第一批白名单项目3个，涉及融资金额共15亿元。当前各区房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还在持续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截止到上月底，全国已有超过270个城市建立了融资协调机制，审批通过贷款超过2000亿元。前中后台组成了那个工作的一个专班，第一个呢是排查我们银行内部所有的房地产的项目，存在符合条件的，我们会后续的会再继续的进行报送。协调机制的形成会在今年会有效的去缓解部分这样的一些风险，对于保交房方面，对于交付方面给予一些实际的这个进度和进展。记者马杰报道。年初从武康路安福路街区传来了好消息，包括88家主要的商户在内，沿线144家入驻企业，2023年全年税收超过了1亿元，成功实现了1元街区的小目标。今年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提出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服务好商居所需，要在风貌区再造一个1元街区。新乐路是一条静雅的小街，全长570米，在靠近陕西南路的东头，一幢4层独栋洋房年前换新亮相。历时3年的修造后，它从民居变成了一个民族时尚品牌独立门店。而这里不单单展示和售卖服装，小隔间像个私密的咖啡馆，顶楼露台还能泡茶喝茶。它所营造出的生活感和自然感是商场空间很难给到的体验。首先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吧，我们觉得这里它比邻上海，包括整全国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时尚的区域，淮海路。然后另外的话，其实这条路它本身就有一个比较久远的一个服装的氛围，然后另外它也有非常多的老上海的一些记忆。挖掘洋房资源，提升土地效益，商业空间资源稀缺的难题有了解决方案。去年街道启动了街区治理力工程，系统梳理街区商业载体，结合风貌街区的零星旧改，腾笼换鸟。在保证就是居民生活日常服务的这个网点的这个布局之外，我们是一个呢是提升以前的这些商铺的能级，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三旧变三新，腾挪出更多的载体来吸引我们的这些商家入驻。在新乐路中段，这个咖啡馆因出现在电影《爱情神话》里而为人所知。事实上，它只是背后这家潮服店所开的一个咖啡窗口。这个诞生于上海的本土品牌，在淮海路、新天地等都有门店，但全国营业额最高的门店却是这里。我们的一些旅游人群啊、拍照人群啊、City Walk 的人群，也是非常多在门口打卡拍照的。还有一些划小旗子的旅游团队，目前为止就是他们，就是让我们
大胆的自由发挥，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的体验会非常好。本着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原则，街道在商和居之间找到了平衡。有了这样的模式复制，风貌区的新消费新业态将得以进一步拓展延伸。不仅仅大家觉得是说来到这里可能只是去看看名人故居，其实是有了更多的，包括我们把商业跟文旅跟文化融合起来，对于全国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我们具有了一种新的特色。记者周莹报道。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困难重度残疾人这一特别需要帮扶的群体。自2023年以来，新增重度残疾人养护床位连续两年纳入到上海市政府实施项目。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情况如何了？重度残疾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照顾？我们来看报道。自己吃，放嘴巴里。22岁的小李患有智力和语言残疾，日常起居需要24小时照护。可是父亲车祸去世，母亲改嫁异地，小李的照护全靠年迈的爷爷奶奶。二老不堪重负，最后将小李送到了金山的干巷敬老院。控制不住的时候，他有时候要砸东西啊，什么打人的。你爷爷奶奶都老了，所以呢，他奶奶说，这个小孩子也顽皮，在家里也受不了。干巷敬老院因为地处较远地区，闲置床位较多，当时重残人群也没有专属的照护床位。受到条件限制，重残人群和老人只能混住在一起。2019年，敬老院曾尝试将养老服务和重残照护服务区分开，但是由于院内硬件设施限制，最终只能暂时剔除养老功能，集中力量做好重残照护。直到去年，上海市政府实施项目首次明确将新增500张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床位，于是院方启动了正式改造。改造好150张床，其中50张是养老床位，100张是重度残疾人，残疾人无障碍设施都跟上去了，都是一个单独的区域。据统计，入住干巷敬老院的智力残疾占比高达50%，这意味着护理员配比必须满足1:1.5的比例。目前的100张重残床位中，还只住了30名重度残疾人，如果全部满员的话，以现在的照护力量无法满足需求。为此，院方开始尝试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会请一些专业的那个心理咨询师、康复师，护理员这块要跟上。对我们那个养老院呢，有一个软件上的这块想法，就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啊、康复师。浦东重度残疾人寄养院在2007年建院初期就将重残照护服务独立了出来，是全国首家专门服务重度残疾人的养护机构。第一个要集中养护，第二个呢还是在医疗上作为一个重点。第三个呢，在康复，能够身体得到一些恢复。第四个呢，进行一个培训。为了让他们尽早融入家庭和社会，除了日常的康复训练外，院内还根据照护对象的接受水平开设各类课程。近年来又增加了公交、地铁等各类场景的体验，帮助他们学习实用的生活技能。主要是根据我们养护对象的接受能力，开展基础的文化教学、电脑的使用教学、手工制作以及节目的编排等等，通过教学培训提升他们的自理能力。目前寄养院共照护有240位重度残疾人，今年还将新增140张床位。上半年惠南镇能提供250张床位的新院区也将投入使用，用于照护60岁以上的重残人群。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其实是更大意义程度上说是一个养老的一个过程，应该说，所以相比较我们原先的重残养护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医疗人员的配备啊方面，我们是着重加强的。14五期间，上海按计划新增重度残疾人养护床位不少于2000张，到14五末，上海各区还需独立设置至少一处重度残疾人养护机构，闲置土地再利用、老旧设施改造升级、加快专业队伍的培养，都需要进一步不断探索。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作为今年上马系列赛的首场赛事，2024上海女子半程马拉松赛昨天鸣枪开跑。本次赛事呢，全方位的升级了比赛保障，以世界田联白金标准，全程做好医疗补给、赛后放松等保障。最终5800名选手完赛率超过了99%。早晨6点，距离开赛还有1小时，参赛选手陆续抵达半马起点遵义路集结，不少选手精心打扮，希望展示最佳状态。
近代的女性，我们走出来都是每个都是美美的，特别是跑步的女性哦，都能跑出健康，跑出快乐。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的配速员由男性换成女性，以往的参赛选手变身配速员。之前的话就是想着自己完赛就没问题，然后这一次的话感觉有责任在身上，然后就想带领各楼的朋友完成他们的目标。3、2、1。早上7点，比赛鸣枪起跑，赛事共设半程马拉松及健身跑两项，半马参赛人数5000人，健身跑800人。半马赛道充分听取女性跑者建议，精心挑选线路，途经展现历史风貌的国宾道虹桥路、绿野仙踪的外环生态绿道、苏河美景的苏州河步道等，终点设在中山公园3号门。这是历届赛事中最好的、最能展现长宁城区特色的一条线路。最终，来自陕西的王磊以1小时20分51秒的成绩摘得桂冠。赛道非常的平滑，也很利于运动员跑成绩，就运动员都在一起嘛，然后大家也是相互不放弃，相互鼓励，这样也比赛出了风格吧。完赛后，每位女选手都获得了鲜花，前200名完赛选手获得直通2024上海马拉松的参赛名额。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市闵行区发布优化营商环境7.0版行动方案，将设立200亿元专项贷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利率优惠和贷款利息补贴。此外，上海闵行还将深化大凌浩湾金融港建设，吸引20家以上优质私募基金入驻，加快设立50亿元大凌浩湾创投基金。连接上海崇明岛和江苏启东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进行中，目前工人们正围绕主塔3-4号墩开展承台施工，主塔将以每天0.55米的速度长高，计划年底浇筑完成至主塔上横梁105米处。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全长4.09公里，主跨400米，是世界上在建最大跨度双塔双锁面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近日，在位于江苏连云港的中哈物流合作基地，卡车往来穿梭，呈现一片忙碌景象。一列列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据了解，今年1至2月份，连云港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43列，同比增长43.7%。2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8%，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上涨2%。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中，除食品、烟酒、交通、通信下降外，价格同比五涨一平，涨幅均在4%以下。当前，苏州正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核心区建设为引领，加强重点场景应用突破，不断完善产业链，全力打造一流的 AI 大模型应用创新高地。去年，苏州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1500亿元，全市聚集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近1000家。正值招聘季，很多应届毕业生也开始寻找就业机会。浙江大学举办2024届毕业生春季综合双选会，240多家企业提供的10000多个岗位，涉及信息、制造、健康、文化、金融等领域。部分学生与用人单位现场达成初步意向。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市场的生态是缓慢的在修复，那么随着新智生产力等相关的主题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政策的催化，市场有望迎来新的布局机会。那么 A 股未来的走势如何？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财富中心策略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你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好的，那其实从整体上一周全球股市来看的话，都是出现了波动明显加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其实从外围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当前整体的市场其实在博弈未来整体美联储它的降息的幅度以及开启的一个时间。那从上周五整体美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上来看的话，应该来说稍微偏弱了一些。那么二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呢是27.5万人，那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20万人。但是整体的失业率呢，从之前的3.7%上升到了3.9%，同时呢把上个月的新增非农人数从33万人大幅度下降到了22万人。因此总体上来
来看的话呢，应该说还是稍微偏弱了一些。那此外呢，从整体的薪酬同比增速上来看也是有所放缓。那同比增速呢，是从之前的4.5%下降到了4.3%。那么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4.4%。在这一系列的数据公布完之后，那么市场呢对于6月份美国进行降息的预期其实是有所升温的。那目前整体的概率呢大概是在53%左右。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公布，我们看到整体美股方面还是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的。那么在 A 股方面，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呢，市场也是比较关注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后期公布的情况会是如何。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也是公布了通胀数据。那么整体上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胀数据应该说还是比市场预期的要稍微好一些。那么 CPI 方面是同比上升0.7%，比市场预期的0.5%其实来的高的，而环比增速也是达到1%。那么导致这一次的一个 CPI 超市场预期的最主要原因呢，其实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个呢，最主要是来自于天气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呢，是来自于春节的效应。那随着未来整体天气的转暖以及春季效应的一个消退的话，那么3月份整体的 CPI 呢可能会从0.7%再次回到0.5%左右。而 PPI 方面的话呢，同比增速是-2.7%，其实这个数据呢其实略微低于市场预期的-2.5%的。那往后面来看的话呢，随着整体的一个需求端的政策不断进行落地之后，那预计呢 PPI 有可能会在年中进行一个回正。那么这其实对于整体 A 股而言的话呢，应该说后期正面的效应将会逐渐进行累积的。那再回到整体资本市场，那在上一周 A 股呢其实还是在一个3000点到3050之间做一个区间的震荡。那么预计呢短期之内可能还是会由于3050上方压力比较大，那 A 股还是以一个震荡为主，因此在操作上呢我们觉得还是不宜特别的激进。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黄先生分析。好，下面有请江波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解放日报今天的这篇文章，消弭温差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文章说啊，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呢，从关注民企融资难融资贵，到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平等待遇，从关注民营企业权益保护到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立法建议，代表们抛出典型案例，讲述切身感受，交流调研观察和思考，从不同层面为促进民企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比如说有的人大代表呢就表示了，民营企业融资啊为什么这么难呢，是因为根本上没有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也就是容错机制，防止国资流失不应成为牺牲民企合法权益的理由，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非常重要，但不能泛化。也有代表表示，为什么有的民企信心不足，有的民企躺平，他们最担心的可能还是营商环境问题。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就是法治保护，这是稳定企业家信心的重要保障。要做好对企业家的保护，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之间的界限。对于一些轻微违法行为，还是要把它限制在民事范畴内为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新京报的这篇文章。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啊，治理网络暴力又递交了一份新答卷。据报道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了公权力要为受害者撑腰，网暴行为必须付出代价。文章评论说，平心而论，这张新答卷的分量啊并不轻，各级司法机关通过对网络诽谤公诉案件的依法审判，将一批实施网络暴力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这既保护了被网络暴力折磨摧残的受害者，也更是传导了职能部门严惩网络诽谤犯罪绝不姑息迁就的决心和态度。事实证明啊，司法机关直接上阵更是有利于严厉打击各种网络暴力行为的，而刚性的法律条款、精准的司法政策也还需要具体实践当中坚持严字当头，为网暴受害者撑起法律的保护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京报的这篇文章啊，卡脖子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工作报告呢就明确提出了要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文章对此评论说，不可否认，我国产业界存在诸多的卡脖子难题，比如说高端的芯片就是其代表性的例子。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就是卡脖子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思考，还应该要深入研究人才评价机制、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创新环境土壤、体制机制，甚至传统文化等问题。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尊重和信任企业家，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文化，这是推动企业发展、繁荣市场经济的不二法宝。好，我们再来看中国青年报关注的这个话题。今年全国两会向国潮非遗、文博考古、乡村文化振兴这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化关键词啊，频频出圈。文章说了，文化呢是一个既大又小的概念，宏观层面来说，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微观层面来说，文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使中国拥有了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与此同时呢，社会的进步和公众对文化生活不断升级的期待，也要求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要呈现出新的面貌，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而要为传统文化注入时尚范儿，一方面就需要对文化传承有深刻理解，如此才能从中挖掘出最核心、最精华的元素，充分演绎中华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呢，也需要非凡的视野和胆识，敢于让民族传统和当代的潮流碰撞出新的火花。好，我们再来看光明网的这篇文章。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啊，有全国人大代表呢就建议说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传承应该要纳入高等院校学历教育体系，这样就能够解决传承人群学历偏低的问题，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和社会的认可度，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参与。文章评论说，让非遗活起来并代代相传，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不可能还原滋生非遗项目的土壤，但是我们可以为非遗的传承营造出一块适宜生存的小环境。而在这个背景之下，学校就是责无旁贷的，理应要为非遗传承提供制度空间。毕竟一旦纳入到了校园教育，无疑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了，非遗进高校，我们一定也要注意到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一切还是要看传承的效果，不能流于形式。比如说，如何科学设置专业课程，并且在未来就业方面形成对接，这都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好了，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感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为您带来。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我国新型储能发展进入快车道，将增强电网稳定性。多家试点银行推出跨境理财通相关产品，促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2024上海樱花节今天启幕，顾村公园早樱进入盛花期，赏樱客流提前到来。红海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美国军舰，美英把击落至少28架无人机。在欧美，奶酪被誉为奶黄金，妙可蓝多奶酪棒，高钙棒，好吃棒，成长棒，妙可蓝多奶酪棒全国销量领先，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全国销量领先的妙可蓝多奶酪邀您共赏看东方。欢迎大家在早晨的8点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有时有小雨，今天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16度，明天最低温度7度。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近日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完成了第1632批护航任务，与被护船舶顺利解护，这是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出海以来首次完成的护航任务。这里是海军536舰，欢迎加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当地时间3月9号上午，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许昌舰将被护船舶顺利送达预定海域，圆满解护。这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进行的第1632批护航。航行期间，执行任务舰艇为被护船舶周边持续警戒，提供全程伴随护航。中原海运开拓号，我们已经抵达解护点，祝你后续航程顺利。收到，非常感谢祖国海军的一路护航。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于2月21号从广东湛江起航，航渡期间开展了航行补给、反恐、反海盗、武力营救等科目的训练，于当地时间3月4号与第45批护航编队分航后，正式开始为往来中外船舶提供护航。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频频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大做文章，称其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风险。上海振华重工最新发布公告强调，公司所提供的起重机不会对任何港口构成网络安全风险。针对美国政府最近基于美国港口的网络安全顾虑所采取的行动，以及相关媒体报道称振华重工的起重机上安装了蜂窝调制解调器，公告表示，振华重工认真对待美方顾虑，认为这些报道在没有充分事实审查的情况之下，容易误导公众。振华重工一直严格遵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并在此基础之上依法合规经营，供应的起重机适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港口，是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客户的要求进行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以及验收交付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发展新型储能写进其中，那很多人可能要问了，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呢？为什么要发展新型储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会对我国新型储能的发展产生怎样的作用呢？那要回答这些问题啊，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储能的作用就像是充电宝，可以把平时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富裕的发电量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时放电，这样既能促进大规模风光等新能源开发消纳，也能为电力系统运行提供调风、调频等辅助服务。储能分为传统储能和新型储能，传统储能的主要代表就是抽水蓄能电站，新型储能就是除了抽水蓄能以外的新型储能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具有建设周期短、选址简单灵活、调节能力强的特点。新型储能在电力系统的应用本质上是在解决发电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在构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新型电力系统中，可以起到消峰填谷、增强电网稳定性和应急供电等多重作用。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新增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约2260万千瓦，比2022年底增长超过了260%。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会对未来我国新型储能的发展产生怎样的积极影响？好，我们来看相关的解读。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3139万千瓦。2023年当年，新型储能的新增装机规模比2022年底增长超过260%，近10倍于“十三五”末装机规模。全国有11省区装机规模超100万千瓦。“十四五”以来，我国新型储能有力推进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增新型储能装机直接推动经济投资超过1000亿元，有效发挥了扩内需、稳投资、促增长、保安全的牵引支撑作用。近10多年，我国新能源发电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底，风光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0.5亿千瓦，同比增长38.6%，占国内发电总装机容量的36%。伴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增长，其间歇性波动性对电网的安全影响越来越大，急需新型储能发挥稳定调节作用。
新型储能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地位得到了广泛认可，首次被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意味着发展新型储能将成为2024年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打造世界一流的超充之城，这是今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之一。那昨天呢，国内最大功率的光储充放液冷超充站在深圳福田正式投入使用了，最大功率可以达到640千瓦。按照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原话，叫做一杯咖啡就能满电出发。只需要喝一杯咖啡的功夫，就能为新能源汽车实现数百公里续航的快速充电。据设备商测算，最大功率达到640千瓦的全液冷超充，与普通电桩相比，充电速度可提升10倍，充100度电仅需10分钟，实现了像加油一样快的充电速度。新投用这个液冷超充站，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而根据光储充放方案，光伏装机功率达15千瓦，预计每年可发电2.5万度。同时，所有充电终端都支持汽车与电网双向互动，有效平衡电网负荷。在夜间呢，我们进行在包裹期进行一个充电储能，这样呢，我们在白天的话就能有效的避免在高峰期跟大家居民啊和工厂进行一个抢电用电的一个情况，这样解决了高峰抢着用、低峰没人用的一个情况。作为创新之城的深圳，充电设备产业优势突出。本土的11家充电桩整装设备制造企业，全国市场占有率合计超50%。在完善的产业链和新技术支持下，预计今年年底，深圳的超充站将达1000座，超过加油站数量。深圳建设1000座液冷超充站，那么在深圳市内将达到数万停车位，实现超充基础设施的能力。在建设好深圳超充之城的过程当中，也会走出深圳，走向广东，从广东走向全国。广东台报道。新修订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上月底正式实施，多家试点银行推出了多款新产品，其中呢，部分存款产品的年利率高达6%到10%。具体的情况来看记者调查。中银香港推出的这款跨境理财通存款产品，一个月人民币定期存款的年利率是6%，三个月人民币定期存款的年利率是5%，港币和美元定期存款的利率也都很高。还有外资银行推出的一个月美元定期存款年利率高达10%，这样高的存款利率是否真实，有没有风险呢？记者采访了银行专业人士。我们近期也关注到包括港中银在内的一些港澳机构啊，推出了利率达到6%的人民币存款产品啊。那这些产品呢，往往是港澳机构的市场推广行为啊，它是短期限的啊，针对新客的啊特别优惠产品。银行人士还表示，在香港对新产品新客户进行较大力度的推广，给予较多的优惠，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营销方式。记者也注意到，这些高利率存款产品有些只发售到本月底。跨境理财通南向通推出超高利率存款产品，应该是相关银行的短期促销行为，不具有普遍性。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存款吸引更多的内地客户。跨境理财通啊，是指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和港澳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体系建立的封闭式的资金管道，跨境投资对方银行销售的合资格的投资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那这项业务呢，是在2021年开通的，当时被称作1.0版本。今年的2月底，新修订的跨境理财通2.0正式实施。新版跨境理财通总结了过去2年业务开展的经验，吸收了粤港澳3地市场投资者和参与者的意见和诉求，优化了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修订后的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更加便利，参与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可购买的投资产品更加丰富，将有效促进大湾区的民生融合、投资互动，满足更加多元化的跨境理财需求。投资者购买产品前要重点关注投资产品的风险等级和他们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适配性，充分了解产品的投资风险。同时啊，我们也建议广大投资者一定要选择获得业务试点资格的金融机构购买合资格的投资产品。专家也提醒，
投资者还应该充分考虑粤港澳不同市场的监管规则和市场差异。内地和港澳地区的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差异较大，投资者应更多了解跨境金融市场制度和产品的不同。比如香港地区股市没有涨跌幅限制，股票、基金等产品往往波动较大，投资者需要在了解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投资能力、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通过跨境理财通进行理性投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近期呢，黄金的价格啊，不断的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有人选择观望，也有人火速变现。与此同时啊，有银行也坐不住了。建设银行呢，近日发布了公告称，将上调个人黄金期存业务定期期存的起点金额。和大家往常印象当中啊，金饰金条不同，黄金期存是指投资者在商业银行开立专门的账户，按照固定的重量或者是固定的金额购入黄金产品。那么近期由于金价上涨，银行的个人黄金期存业务也是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近期随着黄金价格上涨，投资者热情升温，黄金期存业务无论是咨询量还是办理量都有大幅提升。黄金期存业务允许个人客户在一定时期内存入一定重量黄金，最小业务单位为一克，具体期存起点金额或重量各家银行并不相同。一般来说，在黄金价格走势波动大的情况下，黄金期存投资相对于短期投资安全性会高一些，并且黄金期存积少成多，适合长期投资。黄金期存业务由于启动资金相对较少，交易规则简单，是普通投资者较为热衷的投资黄金渠道。在方式上可选取主动期存或定期期存，投资之后可以将黄金进行兑换、赎回、转让、质押等。黄金期存业务根据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实行一日多价，同一时点的期存与赎回兑换价格相同。黄金价格持续走高，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也有所上升。3月6号，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称，为顺应市场变化，将个人黄金期存业务定期期存起点金额由500元上调至600元，后续将持续关注黄金市场变动情况，适时对上述起点金额及限额进行调整。近日，天津首架 A321P2F 客改货飞机完成了交付，这标志着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航空保税维修再制造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飞机客改货是指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将原本用于运输旅客的高龄客机改装为货机，以满足货运需求的过程。保税维修再制造是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亮点之一。近年来，全国首创境外飞机保税维修形式申报、航程内保税维修绿色通道等一个个创新政策，借助天津海特的业务开展落地。我们科技产业的发展就是需要这样的有力的政策支持，政府搭建平台，我们民营企业才能够凝心聚力，能够向前走。天津市2024年重点建设项目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3期机库项目近日也已开工建设，建筑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计划于2025年3月完工。飞机整机的这个组装，我们部件的制造，包括机翼和机身，现在天津都可以门到门的我们的这个配套服务，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来拓展我们结构件的一些生产，实现更多的天津生产的飞机，天津配套。新华社报道，今年北京将有多个交通枢纽工程迎来重大进展，备受期待的朝阳站配套交通枢纽将于年内开通运营。作为国铁北京朝阳站的配套设施，目前朝阳站交通枢纽主体结构已经完成，预计在今年开通运营。主要是集地铁、铁路、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有自行车出行这一个综合性的交通枢纽，以后就为咱们所有的市民出行呢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换乘。朝阳站交通枢纽总建筑规模约13.3万平方米，北部为公交立体停车楼，地上为公交驻车，地下设置出租车、网约车停车区，中部核心位置为钢结构换乘厅，南部为出租车进站区。开通后将为旅客带来极大便利。
北京朝阳站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至2035年中规划的十个全国客运枢纽之一，也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东北方向重要线路京哈高速铁路的始发终到站。随着三号线一期接入，北京朝阳站也将结束无地铁接驳的现状，这意味着北京七大火车站将全部实现地铁接驳。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2024上海樱花节今天启幕，故宫公园早樱进入盛花期，赏樱客流提前到来。黄海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承认袭击美国军舰，美英法击落至少28架无人机。春和景明，赏樱正当时。2024上海樱花节今天将在顾村公园启幕，一直持续到4月15号。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赏樱客流已经提前到来。春日暖阳下，顾村公园飘香路上这片大鱼樱热烈绽放，如云似霞。一大早的时候光也好，今天天气也好，又是周末，然后朋友正好都有空，就出来一起拍拍照。衣服不多，围巾很多，红的、花的、绿的都有哦，造型嘛。有关樱花的直播也人气火爆，最多的时候1000多人在线看，昨天有8万多人。现在在线多少人？在线是180个人。今年顾村公园樱花的整体花期跟往年一致，大鱼樱、合金樱、大寒樱等早樱品种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现在应该是可以说是达到60%左右了，树上是满树繁花，但是还有一定的花苞没有完全开放。预计最佳观赏期早樱呢，能持续到1到2周左右的时间。今年顾村公园樱花面积增加了近200亩，樱花的绝对主力染井吉野预计月底绽放。最高峰呢，基本上呢在清明小长假，哎，往年呢就是在这一天呢，大概要18万多人次。到4月底吧，我们的晚樱呢就是开了以后呢，就是樱花呢季呢就结束了。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天气晴好，带上一顶帐篷、一张野餐垫，在公园草地上聚会，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眼下呢，上海全市的477座公园有70个开放了帐篷休憩，其中闵行区就有14个公园可以搭帐篷，开放率将近30%，全市领先。那帐篷引入了，管理也得跟得上，草地不秃头，安全有保障，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早上9点半，不少市民已经拉着露营车，带着帐篷、地垫等露营装备走进闵行体育公园。在儿童乐园区，5000平方米左右的零下草坪和开放式草坪，可以搭帐篷、搭天幕，也可以席地而坐。天气晴好，11点不到，草坪就几乎客满。小朋友正好可以在这边玩，都很方便。为确保安全秩序和环境卫生，园方在双休日客流高峰加派人手巡查管理。管理人员还手握2件安全神器。地钉啊，有时候突出地面的部分，我们保安发现之后，利用这个橡皮锤子，把它砸到这个泥土里面去。另外，它这个绳子啊，也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嘛。然后这个保安呢，就会用这个红色的这个粘带啊，把它粘在绳子上面，做到一个警示标志作用。公园里还有几处草坪不开放搭帐篷，仅作为观赏。能搭的地方就搭，不能搭的地方就不搭。在新庄梅园的美人梅草坪区，因为赏梅游客爆棚，部分已经斑驳，而补种的草坪每平方成本高达数百元，受制于养护成本等多方面因素，一些公园只部分开放帐篷区，或者暂未开放帐篷区。要把垃圾全部带走，保持一个卫生整洁，这样公园才会开放给更多的人进来，这种野餐啊，这种野营啊，什么都挺好的。我们总共梳理出来呢，就是说有只要有条件的草坪面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全部都不做限制。部分有一些，比方说完全临近水体的，然后呢还有靠近一些比较危险性的坡度的地方。一个呢就是考虑面积，第二个呢考虑安全。记者梁卫浩报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培育国货作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之一。近年来，国潮风席卷了消费市场，国风妆造、创意写真预约火爆，而中式婚礼更是玩出了新花样。
朴的亭台楼阁，华丽壮阔的中国风灯彩，在上海豫园身着国风服饰拍摄一组写真，成为今年的新潮流。记者走进一家国风写真馆，看到各色古风服饰琳琅满目，不少人到店拍摄写真。最近比较火的就是这个唐制的会比较火一点，它穿起来会比较仙，还有就是这个明制的，这种会比较有新年氛围。订单量过去一个月我们大概有100多单吧。奥永麻衣是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日混血儿，这次跟妈妈回中国探亲，她特地要来拍一套中国风的写真。 Instagram で可愛い女の子が来てて自分も来てみ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せっかく上海来たし、なんか赤入ってるの可愛いかなと思いました。在婚庆市场，今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国风婚礼，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婚礼仪式和流程当中。记者走访上海的婚庆公司，发现中国风婚礼的占比明显提升。中式婚礼的话，它更加侧重的是一些就是图案啊、图腾以及一些中式元素这样的体系，花纹。就是桃花或者玉兰花这种，还有一些比如喜鹊、锦鲤这样的元素，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仪式的步骤，会有出现这种婚书啊。国潮风也带动了国潮饰品的热销，项链、胸针、发簪里啊融入了国风元素，别出心裁的设计彰显了东方美学。在浙江义乌，国内外的采购商纷至沓来采购国潮饰品，也激发了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在浙江义乌的几家国潮饰品店，记者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店铺挑选品质好、造型独特的饰品。采购商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店里一款刀马旦胸针一天就能卖出200多件，大概每个月都会来一次啊，有的时候旺季一个月来2次。就国风起来以后，那时候生意就挺好的，然后年后又会有春款，所以说马上就过来了。现在的怎么说，走货量和采购量都大。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国风饰品主要受到汉服爱好者青睐，但随着国潮风靡消费领域，许多人穿休闲装、西装等也十分喜欢佩戴国风胸针、项链等饰品来彰显个性。I find it like a very fascinating place with thousands of vendors. I can travel more here to find some suppliers. 国潮引领消费时尚，也给一些人带来了就业创业的机会。在义乌，不少电商主播几小时就能卖出上万单国风饰品，也有一些人凭借自己做饰品的手艺招收学徒，再将成品售卖，带动更多年轻人一起创业，将爱好变成了事业。像现在这种古风市集啊，还有这种地摊经济，特别的盛行嘛。那我带领着我们团队的一些小伙伴呀，一起做残花、绒花，那还可以对我们自己进行一个经济的收益。换个话题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具以旧换新的话题。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也提出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要鼓励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与家电、汽车等行业不同，大型家具换新啊，面临着搬运难、处理难、回收利用附加值低等等问题。那家里的大块头要换新，到底何去何从呢？记者调查也发现，很多消费者的家具以旧换新问题啊，就处在家具的这种处理环节。有时候想换新家具的时候，一想到还得处理家里的那些床啊、沙发什么的，太麻烦，所以一直就拖着也没换。那么家里的大件家具都有哪些处理方式呢？根据北京市统计局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在3000多名参与调查的市民中，有11.1%的被访者2023年产生了废弃大件家具。除了赠与他人和改造再利用外，有46.5%的人选择卖废品。主要是吧，就是找人不方便，家具太大，知道吧？找物业公司呢，人家不好帮忙；找一些公司呢，人家收费标准呢又不确定。关于市场化的收费标准是如何界定的？记者找到了一家回收公司。我们那个收费构成是主要是三大块，第一块就是这个工人这个搬运费跟这个拆装费，第二块费用就是说我们这个车费，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垃圾费。整个的这个费用，像这个1.8米的这个床，我们给客户收费的话是在200块钱左右。像这个不同地区，它因为它各地的这个运输成本跟人力成本的这个差异化，
所以它这个价格会有差异的。朱明航说，也有一部分成色好的、有品牌的家具，他们会付给用户费用，再把这些家具送到二手市场转卖。采访中，不少商户都表示，如何找到客户是个难题。一边是消费者以旧换新的家具出不去，一边是仅凭单个商户的力量，巨大的需求难挖掘。那么这个行业堵点要如何打通？我们可能就需要打通这样一个平台的链接的作用，能够撬动就是我们行业当中那些头部企业，打造这么一个物联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回收的一个平台。就在不久之前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通知当中提出，要完善回收网络规划布局。面对大件家具啊难处理的问题，一些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先行先试的做法，建立了从社区到街道再到区县的三级回收网络。在北京市海淀区这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里，一台两层楼高的自动化破碎设备正在运转。2023年，有19万件废旧沙发、桌椅等大件垃圾都在这里被分拣、破拆处置。原先熟练工人两个人拆一件沙发需要20分钟左右，那目前有了我们的机械化拆解设备，每个小时的处置能力在100到120件左右，分拣的效率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在这里，大件的家具不仅得到了高效的处置，还能成为可利用的再生资源。记者看到，家具中的钢制材料正通过磁选系统被筛选出来。我们看到呢，这些钢丝还有我手中的这种木屑，都是从这些难处理、难利用的大块头家具中破碎拆解出来的。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经过这种精细化的分类，现在钢丝可以送往下游的钢铁厂，我手中的这种木屑呢，可以送往木材厂进行资源化的再利用。还有一些不可回收的，像海绵垫、皮革和废木头的这种混合品，可以送往发电厂进行能源化的再利用。在分拣中心的智慧大屏中，大件垃圾处理的每一个环节都被清晰地展示出来。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海淀区已经设立了29个再生资源回收中转站，今年通过中转站回收的订单已经有20000件，这些中转站也成为了社区家门口与分拣中心之间的桥梁。专家表示，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居民的消费习惯、居住条件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大件家具的回收问题也是近几年才逐渐凸显出来。虽然整体的布局和规划还不够完善，但是各方也都在努力当中。我们国家出台的我们的这种文件当中呢，也明确要把这种我们的回收网络，那么要纳入到政府相关的规划当中去。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呢，就是要提供这种它用地方面的一些保障。那么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能在很大程度上去提升我们这种大件垃圾回收它的一个技术水平跟管理水平。2023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为了响应国家一系列的部署，一些地区和企业在换新方面呢，也都推出了新的举措。近日，上海启动了迎春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4月底。各重点商圈将在活动期间聚焦汽车、家电、家具、家装等重点品类，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现在活动也比较多，就家电呢什么呢，包括家具啊什么都便宜。以后呢，可能还要换，比如说我要买个床的话，你要便宜几百块，那都是好的。在一家家具商城里，沙发、床垫、卫浴用品等多个品类都推出了以旧换新的新活动，不仅购买有补贴，商城还提供上门拆旧服务。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他们已经逐渐形成了从脱旧到拆旧再到换新的服务体系搭建，前端家具回收的畅通才能更好地让消费者放心购买新的产品。从我们的用户信息的收集，到这个叫我们的物流服务上的上门的这个叫回收，到拆解啊，再到最后的这个换新的补贴和上游的工厂、下游的这个商户，应该讲通过在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的这个试点，已经跑通了这样一套完整的这个流程链路。
专家表示，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需要产供销、上下游、政企民协同联动、综合施策，也需要生产、销售等多环节全链条的多家企业深度挖掘自身资源，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更加便捷的程序环节设计来推动以旧换新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的势力偏弱，整体呈现了升温的态势，尤其是北方地区的降水稀少，回暖将会更为的显著。今天陕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超过2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6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气温还将冲高，不过北方大部白天升温的同时，昼夜温差也将逐渐拉大。西北、华北等地部分地区温差将超过15摄氏度，当地公众早晚时段需注意保暖。而在南方地区，近期阴雨天气频繁，气温也随之波动起伏，其中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气温起伏更为明显。今明两天，南方降雨明显减少减弱，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迅速升至20摄氏度以上。13号南方阴雨再度增多，气温又会下降，公众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进入到春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在增多。这两天的我国降水仍然是南多北少，13号开始，南方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山区和北疆北部、西藏大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雪，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气象部门提醒，13号起，南方新一轮阴雨天气上线，华南部分地区还将有大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春耕时节，宁夏、河南等地啊，通过推进高效节水项目建设、强化土地托管服等措施，助力春耕生产。连日来，宁夏同心县的一处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和机械正在有序开展田间灌溉排水设施建设。同心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常年水资源匮乏。为提高农作物生长成活率，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赶在今年春耕开始前，当地启动了高标准农田升级改造，实施高效节水项目，以缓解水资源缺乏对农业发展的制约。通过高效节水项目的实施，每亩地的用水由原来的350方降低到210方，每亩地降低肥料的利用量是大约是40公斤，肥效由原来的不足50%提高到75%以上。小麦春管关键期，在河南许昌禹州市，农业技术人员把直播间开到田管作业现场，集中讲解小麦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一喷三防等内容。这种病害呢，就是温库病的，有可能是温库病，也有可能经济不病。目前呢，也是这两个病害防控的最关键的时期。此外，当地的卫农服务中心还在农资供应、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等方面为农户提供管家式服务。目前，许昌市已组建卫农服务中心13家，托管耕地80万亩。在重庆啊，2805万亩的耕地当中呢，约有90%是位于丘陵山区。今年重庆试点引进了适合山区耕作的智能农机，让春耕生产变得高效也便捷。在重庆市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这处农机作业试验点，一台无人驾驶的旋耕机正在翻整土地。这款智能农机专为丘陵山地设计，底盘有20厘米高，可以轻松爬上25度的坡地，还可以挂接不同的农机具，具有电力驱动、无人驾驶等特点。目前，这种智能农机设备已经在江津、涪陵、丰都等5个区县推广。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平台去控制车辆，实现一系列耕种、管收、出库、入库等方面的操作。记者从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采用这种智能农机设备开展生产作业，丘陵山地的耕地利用率能提高20%以上。
下一步，重庆市将根据试点情况，在适宜地区逐步推广智能农机，进一步提高丘陵山地的宜基化水平和耕作效益。在苏州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第一波樱花已经盛开，春天的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去打卡拍照。我们都是摄影爱好者，经常有人推荐这边，正好大家一起过来拍一下樱花什么的。我身后开的比较热闹的花是我们园内的两个早樱品种，分别是福建山樱花跟春寒樱，这个时候正是它的盛花期了。我们这个早樱花呢，就是开花期比较早，大概是二月中下旬到我们的这个三月中旬。春寒樱也叫出美人，花期早，花量大而密，花色也是早春难得的娇柔的粉色。园内另一种盛开的早樱叫做中花樱，因花朵貌似古时垂钓的铜钟得名，花瓣呈现少见的玫红色。春天的气息一切都在复苏，连成一片了，非常漂亮，非常值得来这。苏州中樱的赏花期通常在三月中旬到四月初，届时市民游客也可以前往苏州中国花卉植物园、地铁一号线滨河路站三号口、拙政园等景点赏樱打卡。苏州台报道。另外，在广州的华南国家植物园，现在呢正是杜鹃和和雀花的盛花期，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有不少游客前去赏花。走进杜鹃园，春光无限好，各色杜鹃花竞相绽放，有大家熟悉的映山红，还有品种颜色最多的锦绣杜鹃，花朵有的是单瓣，有的是重瓣，姿态各具特色。杜鹃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被称为花中西施。华南国家植物园种植了150多种不同品种的杜鹃花，不少游客趁着春光前来组团赏花，举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杜鹃的娇媚，也留住花丛中亲友的倩影。好灿烂嘛，好靓嘛，系啊！我哋就系专登行过嚟影杜鹃，我哋好多时都过嚟嘅，系我哋啲同学中意过嚟影相。植物园内跟杜鹃花争奇斗艳的，还有同时期开放的黄花风铃木、山茶花、和雀花等。这几天正是和雀花中的白花油麻藤这个品种的盛花期，一串串挂满枝头，就好像一只只可爱的小鸟，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春花灿烂，除了吸引四方游客，还吸引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不过这两位客人很神秘，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他们就是兰花螳螂。在这朵兰花下面的是幼虫，身体以白色为主，带一点粉红色。另一只在叶片上的是成虫，白色带一点棕色，他们可是伪装高手。将自己乔装成一朵花，他是想吸引昆虫过来采蜜，然后呢就可以吃了一些比他体型更小的昆虫。广州台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请江波带来。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近年来啊，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是在快速上升，肥胖防控刻不容缓了。我们来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呢，有政协委员就提出，应该要立法完善儿童食品的包装标识，将什么糖啊、脂肪、盐含量等关键信息以简单醒目的方式标出来。南方都市报呢对此评论说，眼下在市场上啊有很多号称是儿童专用的食品在销售，然而所谓的这些儿童专用食品通常啊都只是个营销噱头，不仅毫无可信度，而且还会误导消费者。所以为了提高儿童青少年食品的营养价值，除了我们要对学校周边售卖的那些三无食品的商家要进行清理整顿，同时也要对合法上市的儿童专用食品也应该要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而且值得我们探索的就是，我们可以考虑通过统一的标识将其单独列出，让儿童专用实至名归。近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两会记者会上呢表示说啊，要加快实现校内减负、提质增效，保障中小学生拥有充足的课间活动和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着力去解决现在小眼镜啊、小胖墩儿和学生相关心理健康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和成长。中国教育报呢对此评论说，如何破解小眼镜、小胖墩等问题，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呢？开齐开足开好体育课
是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关键基础，体育课是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主渠道，用心用好体育大课间又是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必要支撑，提质赋能客户锻炼是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有效路径。所以这些工作都是要全面分期分批去做好做到位的。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啊，用 AI 复活逝去的故人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门生意，而近年来呢，利用 AI 换脸换声实施诈骗的行为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有专家建议说啊，现在我们应该要求 AI 复活技术的提供者对客户身份进行认真核实，加强技术防范，避免 AI 产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是被用于欺诈等不法行为。法制日报评论说了，针对 AI 复活技术的使用，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强监管，推动建立行业标准，既保证技术创新，同时也要保障人的价值和尊严。对现有的法律难以规制的问题，可通过不断打补丁的方式出台新规则，逐渐完善规制数字复活技术的法律体系。与专门系统立法相比，这种渐进式的规则完善方式可以给新技术的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有关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话题，为此呢，人们提出了负责任的 AI 这样一个愿景。北京青年报评论说了，从愿景变成现实，负责任的 AI 要求整个社会要具有责任意识，要通过外在的立法和有效的诉讼，让不懂得在技术研发中自爱的机构和个人逐渐学会自爱起来，要通过道德的自觉，让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人员树立起技术发展的责任意识，要让更多有识之士，包括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的公众人物，不断地呼吁科学家、技术专家、企业家以及全社会都高度重视 AI 安全问题。责任意识越浓厚，未来的 AI 也就越安全。 AI 安全的愿景画卷已经徐徐展开，我们期待负责任的 AI 变成现实为时不远。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啊，有多位人大代表呢化身了城市的营销官，亮出城市名片啊，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发出了热情的邀约。深圳特区报呢特别评论说啊，代表委员们在履行好参政议政职责的基础之上，抓住国内外媒体云集、世界广泛关注两会的这个契机，为家乡代言，为所在的城市站台，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同样，党政干部的言行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形象，在干部向外推介所在城市的过程当中，人们不仅能够知晓推介者的形象和素质，也能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和风貌。让干部都来学习城市营销，并且择机而行，城市就能不断地提升全球能见度、美誉度。由此而言，城市营销也是干部的必修课。当然，城市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靠说得妙，更是要靠做得好。好的，这时段报连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江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九号，也门胡塞武装承认前一天在亚丁湾袭击了一艘货轮，并于九号的早些时候在红海和亚丁湾水域对美国军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击落至少28架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胡塞武装发动了两次袭击，第一次袭击针对在亚丁湾航行的推动财富号货轮。胡塞武装认定该货轮为美国船，但船只追踪网站的信息显示，货轮悬挂新加坡国旗。在第二次袭击中，胡塞武装出动37架无人机，目标是一些美国军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多枚导弹没有击中推动财富号货轮。隶属于英国海军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说，航运公司报告货轮附近发生两次爆炸，不过所有船员安全，船只继续正常行驶。
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确认，胡塞武装当地时间9号凌晨在红海和亚丁湾水域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美军和盟友军队击落至少28架无人机，美军和盟友舰船没有报告损失，红海航道的多艘商船也没有报告损失。法国国防部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参与欧洲联盟护航行动的一艘法国军舰和多架战斗机出于自卫的目的击落了胡塞武装4架无人机。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说，英国海军从里士满号护卫舰发射海上拦截者导弹击落2架无人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胡塞武装频频在红海和亚丁湾水域袭击关联以色列的船只，以策应哈马斯。本月6号，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击中了一艘在亚丁湾行驶的散货船，3名船员死亡，4人受伤。遇袭散货船为美国公司所有，悬挂巴巴多斯国旗，由希腊航运公司运营。这是胡塞武装去年11月开始袭船以来首次导致人员死亡。当地时间的9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杰巴利耶，加沙民众争抢有限的空投物资，他们无奈地抱怨称，大多数空投的救援物资都掉进了大海，无法获得。在杰巴利耶，建筑废墟冒着黑烟，大批民众冲向海边地区争抢空投物资，其中还有不少儿童。当地有居民称，飞机空投救援物资时，孩子们都跑去收集食物，这样太丢脸了，简直是一种羞辱。除了物资难以获得，由于空投失误，还导致多名加沙民众死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媒体办公室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空投到加沙地带北部的物资因降落伞未能及时打开，高速落地击中当地住宅和平民，造成至少5人死亡，其中2名为儿童。近日，联合国机构官员警告称，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目前至少1/4人口濒临饥荒，若不及时采取相应行动，大范围饥荒几乎不可避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9号呢，数以千计的以色列民众啊，在特拉维夫举行了反政府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政府与哈马斯达成释放被扣押以色列人员的协议。部分示威者活动呢，是随后演变成了示威者和警方的暴力冲突。据法新社报道，数千名以色列示威者聚集在特拉维夫街头，高呼立即选举的口号，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示威人群穿着印有被扣押人员名字和照片的 T 恤，手举横幅，要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营救剩余被扣押人员。Immediate end of war. End up a prisoner deal, a hostage deal. Obviously, we need a new cabinet, but whoever's there, in whatever way, we first have to stop the bloodshed. The first thing is to call for life. Life for the hostages, life for Israelis, life for Palestinians in Gaza and in the West Bank.随着夜幕降临，以色列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警方随后表示，他们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了16名示威者，同时使用高压水枪驱散了堵塞高速公路的示威人群。另据报道，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员亲友和支持者当晚在特拉维夫举行了每周一次的集会活动，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由于这次集会是在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第二天举行，所以专门讨论了女性被扣押人员的问题。We have here, like every Saturday, we have a rally. This weekend is dedicated to the women that are still in captivity. 19 women that are still there.当地时间的9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处理以巴冲突的做法上对以色列的伤害多于帮助。拜登说，尽管他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但内塔尼亚胡应该更加注重的是因为这冲突而逝去的无辜生命。拜登此前一直警告，以色列可能会因为加沙平民伤亡人数增加而失去国际的支持。此次采访再次凸显了美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声明说，美军一艘后勤支援舰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出发前往地中海东部。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宣布，为了加快对加沙的援助计划，将建造一个临时的军用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美军弗兰克 S 贝松将军级后勤支援舰携带了首批设备，用来在加沙地带地中海沿岸修建一处临时港口。随后，美国防部称，这一计划可能需要60天才能完成。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9号表示，以方正与美方就修建临时港口一事进行协调。此外，援助物资仍然需要接受以色列的全面检查才能进入加沙。不过，美方这一修建临时港口的计划遭到美国国内外广泛质疑。一些美国议员和援助组织表示，让以色列政府允许更多的救援物资通过陆路进入加沙才是最快捷、最有效的路线。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表示，无论是空投救援物资还是修建临时港口，鉴于美国仍在军援以色列，这些援助手段意义不大。其实是在美国总统选战开罗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试图满足国内受众需求的一场表演。伊拉克军方10号称，过去的24小时之内，伊拉克安全部队在该国境内一共打死了10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的安全媒体中心10号发表声明说，一安全部队当天在伊拉克中部沙漠地带开展的反恐行动中，打死了4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此前一天，伊拉克空军在北部萨拉赫丁省和尼尼威省交界的沙漠地带发动空袭，打死6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取得打击伊斯兰国胜利。此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主要在伊拉克偏远农村地区和沙漠地带流窜，不时发动袭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土耳其内政部长伊尔里卡亚10号说，土耳其警方抓获了33名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嫌疑人。伊尔利卡亚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土耳其警方在萨卡里亚省展开的针对伊斯兰国的行动中，抓捕了33名嫌疑人，并查获了非法枪支、大量外国货币以及违禁出版物和组织文件。伊尔利卡亚称，这些嫌疑人正准备在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前实施袭击行动。5年一度的土耳其地方选举计划于3月底开始，届时将选出全国市、县、镇一级的行政长官。2013年，土耳其宣布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此前，该组织在土耳其制造了多起爆炸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土安全部队近年来在多地抓捕与伊斯兰国有关人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啊。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10号上午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当地的一座油库区域之内坠毁并且起火。库尔斯克州当天还遭到了乌克兰的炮击，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0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击落了2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当天在库皮扬斯克、阿夫杰耶夫卡等方向击退乌军多次进攻，打击了乌军电子战基站、野外弹药库等目标。俄国防部当天还发布视频称，俄伊斯坎德尔导弹精确打击并摧毁了乌军爱国者和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方面称，乌军在新帕夫利夫卡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还打击了俄电子战系统和防空系统等目标。印尼巴迪航空公司的2个飞行员此前在直飞途中同时睡着了。那印尼交通部9号表示，将对巴迪航空公司展开调查。1月25号，巴迪航空公司一架从东南苏拉威西省飞往首都雅加达的航班之上啊，这机长和副驾驶员同时睡着了大约28分钟，导致飞机偏离了预定的航线。直到机长醒来发现航线问题之后，才进行了紧急的纠正，最终将飞机降落在了雅加达。当时这架空客 A320 飞机上一共是载有153名乘客和4名空乘人员。目前，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向所有的飞行员和乘务员发出了安全通知，确保在飞行当中保持清醒和警觉，并将对所有航班运营进行定期的评估。印尼国家抗灾署昨天表示，西苏门答腊省因为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另有6人失踪。西苏门答腊省救援部门10号称，
当天来自多个灾害应急部门的150人投入救援。不过山体滑坡引发的道路阻塞使救援遇到困难。印尼国家抗灾署发言人穆哈里说，救援人员为避难民众提供了食物、水和药品。7号以来，包括西苏门答腊省首府巴东在内，该省9个地区发生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近700座房屋被毁，还有不少桥梁和学校受损，超过7.5万名居民被迫撤离。印尼国家抗灾署警告，预计今后几天，印尼还将迎来更多降雨，或进一步引发洪灾和山体滑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综合路透社、每日邮报的消息，英国警方昨天表示，一名男子在9号凌晨驾驶汽车冲撞伦敦市中心白金汉宫大门。目前，该男子已经被逮捕，警方称具体的情况正在调查当中。此外，白金汉宫表示，事发的时候没有王室成员在场，大门的维修工作正在进行。最近呢，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有一大群袋鼠冲进了球场，在草地上自由地奔跑。那由于袋鼠的入侵呢，高尔夫球场当中许多的比赛还有练习就被迫暂停了，人们只能够无奈地放下球杆，掏出手机拍下了这支庞大的袋鼠大军。那有目击者表示，这次看到的袋鼠啊有数百只，而且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会一直在这里跳下去。袋鼠是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许多当地的品牌公司都会在标志上印上袋鼠。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6，我们再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07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形成覆盖超5亿户家庭的千兆网络服务能力。3家基础电信企业围绕国家算力枢纽等布局，新建130条干线光缆，实现算力网络的高效互通。今年1至2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928列，发送货物31.7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9%、10%。截至上月底，中欧班列国内出发城市达120个，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9个城市。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迅速。2013年以来，累计出口2040亿元，其中今年1至2月出口226.7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倍。昨天，国际邮轮“翠德丹号”载着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13名游客，在大连港邮轮泊位缓缓靠泊。这是大连港时隔4年迎来的首艘国际邮轮，标志着大连港国际邮轮航运业务正式恢复。翼龙 2H 气象型无人机在贵州省西部地区成功实施人工增雨作业首次飞行，此次作业累计飞行近5小时，影响区域覆盖贵州省毕节、六盘水等地区，这也标志着贵州将正式开展大型无人机常态化人工增雨作业。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签署法令，决定在莫尔多瓦共和国、罗斯托夫州和特维尔州新建3个经济特区，并扩大卡卢加州和利佩茨克州现有的2个经济特区。根据俄罗斯政府网站上的声明，投资者可以在这些地区以优惠条件实施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是阴有时有小雨，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有1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7度。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会。